天眼查APP 显示，竟是上海星巴克咖啡经营有限公司无锡正泽路店、无锡昌兴大厦店因通过篡改、撤换、撕毁条制的食品原料保质期标签等方式，使用过期食品原料经营过期食品，擦拭食品接触面的毛巾未能实现专用等行为，被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分别罚款69万余元、67万余元。